王爷，如今皇上最被器重的武将叶昭，已被罢黜军权，贤父在家。他的军师胡卿虽足智多谋，现已驾空，形同虚设。朝中颇有见识者，也就剩下范仲淹和老将杨文广。可老将杨文广年近八旬呐，不足为虑。范仲淹嘛。 毕竟也只是一介文臣，亦不足为惧。嗯，振廷，现在时机已经成熟，可以准备起事了。请王爷吩咐。惠州的农志高，此人素有反信，而且胆大妄为，可以自重。你现在速往惠州，与之会面。好。 我这就带上500万两银票，前去惠州，协助起事。